正式开始。一开始大雄就好像猛虎出闸一样，拳来拳往，脚来脚往，双方只能站着啊。他把脸转过去，到底想怎么样？一定有诡计。白银，拳脚方面，不论你怎么练，都不是大师兄的对手。所以我这次要教你中国古拳法里面最高境界——心理战术。在这个月里面，我们天天吃喝玩乐，玩得越高兴，大师兄他就越怀疑。一个月下来，再加上你现在背对着他，单保第一回合，大师兄绝对不敢走近你。他存心引我过去，不过我没有理由怕他，说什么也要硬上。糟糕，难道吓不倒他？你们俩在干什么？还不叫我们都快点！